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飙股急先锋。美国股市不涨，台北股市看起来好像不会涨，但是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高又大涨了170点，外资的空单在这里一路做回补，还有很多老师在这里看空啊。我不晓得这些老师到底是用哪一颗眼睛看到好像应该要做空。当然你如果空在前面，我恭喜你，现在还在空，大概每一档股票都被嘎到了，但是还是有主力筹码的股票会比较强，将来会涨得比较快，投资朋友都不懂也买不到这样的股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。今天大盘开低走高，中场大涨了170点以上。各位看一下啊，这里有一条叫月线，对不对？那上一次五月份从这里涨到这里，涨了3000点，你没有赚到没关系，因为未来从这里在这里涨上去，你一定赚得到。我们现在带会员小资族也有来参加，除了现股当冲，还有在这里做波段，我们都要赚啊！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赚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股票也并不多，我们今天买进一档当冲一档，冲一半留仓的也继续赚，我们待会儿做一下说明。好，各位你看啊、哦，月线已经开始要翻扬往上了，季线往上做走高了。老师，那个美国通膨啊影响大不大？影响不太大，但是买股票很重要。你是买预创呢，还是买华邦电、旺宏呢？当然差别是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你买预创每天涨，每天喷，每天飙；你买华邦电、旺宏在这里跟死人一样，不涨也不跌啊！各位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2344的华邦电，哎，老师有涨哦，你不能说它没涨哦。对啦对啦对啦，底部上来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有涨啊，华邦电有涨啊，对不对？各位看一下，华邦电有涨啊，但是各位30几块而已，大概30块，这里下来，这里就是压力了嘛，对不对？华邦电啊，这里就是压力了。旺宏呢？哎，老师，旺宏也有涨哦。旺宏现在涨40几块，来看一下，小编帮我看一下旺宏今天多少钱？40块，啊，好公司啦，它也是破线再上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说记忆体会好嘛，那记忆体会好，我们看5351的预创，是不是涨得比较多？预创现在44块，注意到月线已经开始要翻扬往上了，这一条月线，对不对？我从20块介绍，请你买。我的观众很多都买在20几块、24、25块，买了很多，买了一拖拉股，一拖拉股你听得懂吧？啊，一卡车啦，一拖拉股，各位啊，好，那个我有跟你讲，我有一个会员买130张的啊，住台中七期的啊，各位咚咚咚咚咚咚咚啊，老师我没卖，没卖也没关系吧，对不对？啊，叶先生，老师。我还有30张我没卖，没卖也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林先生20张，20张没卖也没关系嘛，下来再买嘛，冲上去，下来再买嘛，冲上去，还能不能买？还可以买，啊、哦，我告诉你，这一档股票还没涨完，预创，我一直告诉你是如超群，你就不要怕就对了，啊、哦，老师，我买在50块，我来参加你的会员以前，我买在50块，50块来跟我嘛。我没有叫出你就不要怕啊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老师，我买在46、7块，不要怕啊，我将来会带你全身而退，好不好？啊，老师，我有10张，老师，我有30张，老师，我有50张，各位量这么大，你要出随时出得掉，还会再涨，还要再涨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跟你讲就这么简单。老师听说该位老师去空预创，哎，那没关系，他喜欢空啊，
嘎伟本来就是空嘛，我不知道他今天要讲什么啊、哦，对不对？航运股好像也没跌了，我们看一下航运股有没有跌。哎呦，老师，航运股也上来了呢。对啊，上来了，尾盘拉上来了。但是航运股啊，在这里注意到，慢慢往上做走高了啊。航运股的业绩也不错，500亿嘛，对不对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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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上来了。但是航运股我们没有买，讲真的，我们没有买，因为我们专门做 IC 设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盘，你不要相信市场上那些人。啊、哦，有一个武打明星叫成龙，每天在这里跟你讲电子股不好，啊、哦，去年疫情大爆发，啊、哦，所以电子股很好，但是你买了手机，你不会买第二只，那是他，对不对？买了笔电不会买第二个笔电，啊、哦，难道电子股就死翘翘就对了？3661的四星。今天除完全息以后又拉到涨停板，来到800多块。他也不过赚10块钱而已。800多块了。那6531的爱普各位也回到700块了。你不敢买，我知道你不敢买了。你不敢买了。将来等到 800, 等到900你就敢买了。因为三线翻多嘛。对不对？市场上有一个老师太厉害啦。齁、哦、股神。哦，我是股神，神经病的神。哎，各位啊，三线翻空不能买，三线翻多可以买。我嘛知，那你去问他一下啊、哦，四星到底是三线翻多还是三线翻空？你去问他一下，创新高一定三线翻多的啦，创新高还三线翻空，那这个软体可以丢掉了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。我们今天当冲也赚，来3006的金豪科有没有收最高？老师，我今天当冲有赚嘞、欸，老师赚一妹妹而已、欸，赚一妹妹也是赚呐、啊，啊，赚一妹妹不是赚了、啊。我最近很多那个小散户来参加，老师你就教我现股当冲，老师我每天有赚就好了。今天有没有赚？当然有赚，冲一半了、啊，留一半。来各位，我跟你讲一下。看哦，这一条叫月线嘛，对不对？它月线是弄22日，我弄20日，所以月线即将扣底 ，KD 指标交叉往上，外资买了很多。来，各位，你有没有加入我的 Telegram？W1788 标股急先锋，我今天我就在 Telegram 告诉你这一个，我 Telegram 有多少人参加？今天有看到的，你有没有买都无所谓啦，反正也不差你一个啦。啊、哦！来，各位看一下。啊、哦，各位看一下、哦，今天早上9:08，我说金豪科外资连五买了超过5000张，融券有4936张创新高，月线138.5突破转强，哎，突破转强，有没有 ?138.5 是不是突破了，是不是转强了，对不对各位？我难道骗你吗？我没有骗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师我这里不敢买不敢买不敢买，我突破 138.5 才买。恭喜你啦，也是赚钱的。也是赚钱的。啊、哦、就这么简单啦。好，大家一直在想，哎，钟祥老师，你跟我讲3035的智源今天又涨停了，老师还能买吗？老师，你在前面介绍我的时候50块在买，老师后来你又跟我讲100块以下可以买，老师后来你又跟我讲在脸书上面讲100块以下可以买，老师100块以下可以买我又没买，老师涨停了还能再买吗？各位加入台管 W1788 标股急先锋好不好？加入台管W1788 标股急先锋，我再告诉你啊、哦，我说要告诉你就是告诉你。好，今天3545的敦泰开高走低，营收公布很好，哎，老师也是20几亿呢。老师他今天开高走低，哎，他没有很强，哎，老师昨天哦，那个敦泰比天宇还强，哎，
你看今天天域有没有比敦泰还强？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套牢在天域，因为当初你没有来找我。当初我在150买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在睡觉。你没有来找我，你参加别的老师。当初我在200块买的时候，你没有来找我，你在睡觉，你参加别的老师。当初我280我在这里才买的时候，你认为老师好像会跌，结果我卖到380以上。后来我在210买的时候，你也不相信我。一根涨停，两根涨停，三根涨停，四根涨停，我们连续四天都买。买完以后，各位，我们在340以上出全息之前出光光。后来全市场都知道，那大家都在讨论，后有人去放空天域赚多少赚多少，恭喜你哦。啊，最近空单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最近空的好像没赚到钱哦。啊，现增255跌到260，我们买又赚涨停，这里买又赚涨停。老师，我高档没出啦，没出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他业绩一级棒。它是本业。老师，最近哦，天域有一些消息啊，说哦，面板驱动 IC 啊，营收不太会成长，毛利率也不高。但是我要告诉你啊，各位，它的营收7月份8月份创高，这是事实。当然上游的晶圆代工在涨价，下游的它也不希望你在这里驱动 IC 大涨，所以现在面板驱动 IC 还在瞧，怎么个瞧法？要瞧上游的是不是能够在这里涨，不要涨太多，下游的我满足它，我的营收持续成长，我只要毛利率提高，各位，我的股价怎么可能上半年赚15块多，对不对？下半年我不要多，我再赚个15块就30块。本益比就算10倍也有合理，股价300块。那本益比15倍，各位，那就要创新高了。你看最近投信的卖压也消除了，今天哎拉上去被打下来啊，老师又会跌停的。跌停我去买啊，你有本事就跌停嘛。没有，又拉上去，老师我又不敢买了，老师翻黑我不敢买，翻黑你就买啊，不要你买红的啊，咚咚咚咚，尾盘收最高。各位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一个小底部出来了， KD 指标低档交叉，而且是背离的交叉哦，这里是不是比这里低？这里是不是比这里低？这里是不是比这里高？这叫背离的交叉哦。我告诉你啊，各位，你注意一个关键价，这个关键价230，230下个礼拜一过去，我告诉你就喷了。今天盘中跟我的这个 Marvis 啊，我的会员在聊，他今天买213，他说老师我要当中我多少钱卖，我说216一定卖得到，那收盘有可能是218，结果真的收盘价是218。老师有没有教你？258。有没有教你嘛？啊，我教你教得那么准，你还不学，那要怎么办？你说要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诶。老师我看你节目看很久了，你一直讲258诶。好 ,6531 的艾普。今天最高多少？看一下，小编帮我看一下。705对不对？有没有准？是不是 705？ 如果不是 705， 你来找我，最高705就是5。啊，老师那下礼拜705会不会过？对不对？艾普你们都知道，我从300块做到900块。老师那是过去了。汤小姐有参加，林先生有参加，叶先生那时候还没有来参加，师兄还没有来参加。你早点来参加，300块到900块你都赚得到。那你不来参加，那你就看我做嘛。好，现在叶先生也进来了，师兄也进来了。
对不对？我刚才讲600块可以买，580可以买，还没有卖，下来我还要再买，上去我再卖，这条月线已经开始又勾勾往上了。各位，艾普3228，艾普怎么可能比金利科差呢？老师，人家说金利科明年要赚60块，那我艾普明年还赚100嘞，也不能随便乱讲话，对不对？我不需要赚到60块，我只要赚10块钱，我就会涨停板了。你认为金利科要跟四星比价？那你知道什么比鸡腿？你知道吗？你如果参加的老师啊，永远画个梦给你，然后说故事给你听，那你去找他没关系，钱是你的。跟着我们，我带会员进，我就会带会员出，对不对？我同志带你进，我没有带你出，对不对？我的安国带你进，我有没有带你出？我的预创还没有出，所以没有带你进带你出的问题，就反正就一直买嘛，因为预创还会涨嘛。老师，你操作很烂欸，你50块的预创应该先卖一趟欸，啊，老师你应该这里买这里买啊、哦、50块先卖一趟欸，卖一趟之后下来啊、哦、40块再买回来，41块再买回来，老师又会冲到50块。那我问你，我收很多会员都看我节目都买在50块的预创，结果一买以后我抠出，结果一抠出以后就打下来。我告诉你啊，预创只要我抠出啊，一定一根长黑，因为我所有会员都有，我怎么可能抠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下来还在买嘛，新会员参加还在买嘛，啊，不然呢，还没有涨完嘛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带我进带我出327的原像，会不会带你进带你出？有啊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买啊，这里买啊，我是不是这边出光光？老师，为什么这里要出光光？要出全息来出光光啊？老师，你买了没有？还没有买啊，因为法说不好，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啊，这个跳空缺口还没有办法补啊，还在底部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老师，你那个天域都没有带我出，我没有赚到。你问汤小姐，你问林先生，你问叶先生，我这里叫你们买的时候，你们没有人理我；这里叫你们买的时候，没有人理我；这里叫你们买的时候，没有人理我；这里出的时候，你也没有人理我；这里叫你买的时候，你不理我；这里买的时候，你不理我。这里出的时候你也不理我。老师，我是后来参加的，我买在这里，我买在这里，我买在这里，没错啊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出创新高我就出，我这样讲够不够明确？老师，我这两个月参加的，我参加你的会员啊，结果你都没有叫我出啊，老师我套牢。那如果年底以前如果涨到400块，明年如果涨到500、600、700、800，那我现在叫你出是不是害你？我现在叫你出像话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在这里我讲的话就是这么简单啊。天宇我看好他营收成长，毛利率也成长， EPS 再创新高，怎么可能他的股价会比金利科还便宜？就算他涨到金利科的价钱400块也还合理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人家金利科说明年要赚50、60、欸、最好啦，干脆说明年赚100块啦，啊，画梦谁不会？每个老师在节目上都会画梦给你，我最讲究实际的，我从来不画梦给所有的会员，我该进我就进，该出我就出，该当冲我就当冲。好，下个礼拜
开始要做哪一支？各位，我现在的股票，我大概跟你讲，6531的艾普，啊、哦，你认为还会涨吗？手上有艾普，你还不来找我？啊，老师，我空单艾普，那随便你的。3035的智源，你还不来找我？老师还能买吗？啊，对不对？4961的天域，你还不来找我？老师，我要砍掉了啦，我要反手做空啦。那随便你，那你就不要来找我。那你不要来找我啊，你自己卖掉去放空，随便你。5351的预创，老师我要去空它。你去找嘎伟。啊，你去找嘎伟，他会带你空。没关系。啊，他会带你空。啊。3016的金豪科，老师人家说很烂。那你去找那个软趴趴老师，随便你。软趴趴的5608是不是？哦，老师啊，他在节目上多好多好多好，老师我套牢3只跌停板了呢，随便你啊，软趴趴对不对？武打明星成龙对不对？啊，嘎尾嘎尾对不对？跌破月线季线所有均线往下啊，这个啊，拜登当总统，拜登登基台股崩盘哦，还会作诗呢。吟诗作对呢，好厉害的老师啊！我不会，我只会让我的会员赚钱。我就是要让我的会员赚钱。从我到这个投顾以来，我让会员赚了很多钱。当然，啊，有一部分没有赚到钱，那没关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赚大钱。你信得过我？继续跟我做，你信得过我，赶快来找我。各位，我今天随随便便露一手，我今天在 Telegram po 金豪科，有没有收最高？老师还打到盘下，我吓死了。你吓死，你去吓。老师，我不敢买，你不要买，你去空137是不是？你有本事你就去空，没有关系，你爽就好。融券4000多张，搞不好今天变5000多张。老师，我去空那个智源，那没关系，你尽量去空，你喜欢就好。老师，我去空天域，哦，我赚了很多啊。或许啦，你如果空300块、280有赚到钱了，你都不要补，你拜托你不要补，你一张都不要补，好不好？上来你再空。你什么时候补你知道吗？你空单都不要补，空单站上300块你再补，对不对？反正你空单赚钱嘛。啊，老师我空在280，空在300，恭喜你，你都不要补。老师我220几我再加空，哦，老师我今天收盘价218我还赚，恭喜你恭喜你，拜托你都不要补。老师我要用融资去买，你不要用融资买。哪一个猪八戒用融资买他就不会涨。我就不让他涨怎么样？我就不让他涨怎么样？我说不让他涨他就不会涨。好，各位周末愉快啊、哦。在这里今天会员流畅的也赚，当冲的也赚，赚不多。赚不多也是赚，股票市场不是一天就赚得回来的，股票市场一倍也不是一天就可以涨一倍的，一倍要一个月才会涨一倍，从150涨到380 ,150 涨到380也需要2个月的时间，从210涨到340也需要2个礼拜的时间，从218涨到318也需要3个礼拜的时间。不会明天就涨到380啦。你放心啦。我如果告诉你明天就会涨到380那我是骗你的。好，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愉快。加入我的 Telegram, 我的标股都告诉你。今天只告诉你一只股票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只告诉你一只股票，叫3006的金豪科。
你有没有赚钱？你一定有赚。老师，我9点08分看到你的，我下去买，我赚钱。恭喜各位，周末愉快，下礼拜要做哪一支？跟着我来，我要让你赚涨停板，谢谢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